佛教的这个号召的灵啊，所以呢，大家人听到这个号召的声音，赶紧呢来集合吧，集合过来的人呢，哦，人人啊，拢是已经得阿罗汉，而且呢是得大神通的人。家业存者，甲大家人讲佛法呐，欲灭呐，众生苦悯哦，等待伫咧结集呐，咱大家人赶紧爱发心，将佛陀所讲过的教法一一呢，众生呐，赶紧改集起来。咱大家人若无利用时间，伫这个时阵，哎呀，那是个佛法灭掉去呢，未来的众生都真可怜哦。所以呢，咱大家人爱发心，人人爱提起了咱的记忆，将佛陀的教法。咱大家人爱个提起来分享啊，将所分享落来，该编辑起来，安尼呢，会当好这个法再延续落去。大家人若是完成了这个工作，才会当安心入灭咯。所以讲，太。即已经随念入灭，也那是也未结集了后，咱大家人拢有责任，所以爱赶紧啊集合起来。所以，请诸位圣者呢，爱将佛陀的教法结集啊，所以大家爱记住。大家人已经听迦叶尊者所讲的建议呢，真有道理啊！所以呢，大家都全呢积极啊，住伫这个碧波罗窟啊，伫这个碧波罗窟的内底，大家人呢安住落来啦。因为呢，特别积极爱把握时间啊。再也袂用散居伫各处啦，人人呢要达成这个使命，共同一致，心拢安住了吧。这个时阵，迦叶尊者嘛是同款立定啊！在这中间，伊都安尼想，必定爱有一个代表者，真真正正教佛陀呢，始终的教法，一项都无漏掉去，安尼给记一挂来。伊的内心嘛，知影，那就是阿难咯。伊用神通的眼光来看，知影阿难伊烦恼未尽呐。所以，迦叶尊者他呢就起来，第。人群啊，泥木悄悄的群众中，将阿难解牵出来外面啦，就甲阿难讲：“阿难啊，
在这个清净群众中，你要结集佛的法种啊！大家人的心拢是清净无染无烦恼，唯有你啦，你呢也个有烦恼，迄、那个心结啦也未打开，你也个有小分的烦恼，你无应该。在这个群众中啊，你爱赶紧去用功，安怎样才会当通断除你的烦恼？去当尊恶人，在这里真多人看，今日尊者安尼甲伊讲，伊的烦恼未除，所以当尊恶人啊，真正呢。羞愧，真惭愧啦，那真歹势啊！所以伫迄个所在，地气，一向家业存者安尼讲，我本来呢，真久以前啊，我都会当头得到四果罗汉，但是呢，为着啦。为祝福的使者，在佛的身边啊，所以呢，我都爱搁在留着迄个残结不尽，也未断啊。因为在佛的身边啊，佛啊所接近的人啊，等等啊，佛的使者。爱用真济心来观察啦，爱用真济的心思来吸收，去了解人人心灵的烦恼，也了解佛陀呢智慧的开始。在各种的生活中啊，人情世事，必定呢爱由阿难来处理。所以，因为呢，为使者必定爱有这个人情世事等等啊，爱有这个小分的烦恼也未断啊。虽然这个道理讲得通，不过呢，各位，咱都应该爱会记哩，佛陀入灭的时对咱的交代啊。交代咱人人啊，爱以戒为师啊，思念处为主啊。各位，咱僧团的内底必定呢，爱有思念处为主，以戒为师。所以不管是心或者是生活，咱来好好时时。调理好咱的信心，所以请人人爱多用心啊。